欢迎继续收看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这几年因为疫情关系，真侪活动拢停办，互独居中者较少有机会出门甲人互动。随着疫情渐渐解封，花山基金会乐国站每礼拜规划两届手作以及运动课程，希望长辈会当行出户外交朋友，延缓失地状况发生。新疆地区插签，煮过了后残食了，最后再放入拍蛋的菜瓜，就完成一个实用的地区，会使家己动手做古早的物件，是趣味阁好耍，也提升长辈来参加活动的兴趣。来吃了都创个迄种啦，迄做物件啦，做物件啥呢？趣味趣味，哎嘛靠聊，老个都哎出来靠聊，真趣味啦，啊真好啦。诶，啊，嘛有来遮嘛有做运动啦，吼，啊，真侪种诶劳动嘛有啦。啊，今日是做啥？做地库，地台讲足好用诶，安尼啊，大家来遮上课安尼。结合长辈以前的回忆跟怀旧的手作，那今天的手作的课程呢是丝瓜布肥皂。就是让丝瓜呢干掉之后呢，剪成一段一段，然后加入在我们的肥皂剂里面。所以今天的手作也是让长辈非常期待的。这几年受到疫情的限制，为着杜基长辈的健康设想，华山基金会是停办真侪活动。趁着最近疫情较平稳，华山基金会乐国站开始规划各种课程，鼓励长者行出户外，甲别人来互动，嘛学习新的知识来延缓老化。常常拢讲吼，你厝咧创啥？好电视看啦，好来。有听啦，对啊，所以就会觉得说，我们在固定的时间办理这样子的手作书的活动，其实这几次办下来，也让长辈们回馈了很多。他说：“哦，长辈就好诶呢，这顾不出来啊。”然后我们每次到的时候，也会量额温，然后量血压，甚至做局部的消毒，所以也让长辈在一个非常安全，然后非常舒适的环境里面舒压，然后也顾虑到他的健康。华山基金会无眠无日的陪伴这些独居长辈是真辛苦，不过看到因的笑容，大家的辛苦是非常有价值。也希望社会大众会当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陪伴华山基金会做伙来关怀弱势。以上新闻差不多。